下面上场的是贵州队杜伟。前值720，前值540 ，DC 加0.1。后置两周720 F 组。直体托马斯一组。后置900前团360 ,DC 加0.1。后置1080结束，完成的还不错。他这套动作难度也不低。除了有单个的大空翻，也就是 F 组的难度呢，那么还有每串都有有效的连接。连接是要求空翻接空翻。杜伟难度6.6，完成8.6，15.2，目前排在第二。